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已知这个土的阴影部分哈，是这个二元一次联立呢不等式组的解区域了。那么它 A、B、C、D 等于多少？我们就直接哈把它解出来。这个解区域的话等于多少？我们看这一条直线，这一条直线我们叫 L 一啊，这一条直线叫 L 二。那 L 一这一条直线是多少？哦，还有这一条直线，这一条直线的话就是 y 大于等于零。这条直线的话，我们用两点式嘛，就是 y 减零等于多少？等于斜率，这个减这个是四，这个减这个是二，然后 x 呢减一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就是二的四嘛。好，这是二 x 减 y。减二哈，这是等于零的。好，那等于零的话哈，那因为呢这个区域哈是在什么？是在呢这个的这一边嘛。所以哈，你把 x 哈带无穷大的话哈，带进去的话哈，这个呢应该哈它会是大一点的，或者是说哈，这个哈这个你就把它带，这个东西把它带零点。带零点的这个区域哈，不在这里啊。好，你把它带零点，带零点的话，得到什么？得到这是小零啊，这边小零，也就是说这边是小零啊，那这边就大零嘛。也就是这个区域的话哈，就是说这个直线的这一边半边啊，就是说一条直线哈，它把平面呢分成三个部分，哦，一个小零，一个等于零，一个大零。那这一部分的话它是小零，你就要 带某一点下去就可以，因为这里面的任何一点你把它带进去的话它会是同号，啊，你这边的每一点把它 带进这个方式的话它也会同号，那你带进去的话这个是小零嘛，也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这个小零的话是等于这边，那么这边的话就是大零，也就大零，大零的话是这一边的。好，那现在还有包括这一条，所以可以等于啊，大于等于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这条直线，这条直线 L 二哈 ，L 二的话呢是多少？这个 B 点这是八零嘛，就 y 减零啊，等于多少？斜率四减零是四嘛。它，除以三减八是负 ，x 减八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想着说哈，我把负乘过去，乘过去以后再把负五 y 移过来变正五 y， 就四 x 加上五 y 减掉三十二哈，这是等于零，等于零是这条直线。那我们来看看零点，零点的话就是说就是。这一条直线这一边嘛是我们要的，你把零点带进去的话哈，结果它是大点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区域的话是吧，是四 x 加五 y 减三十二呢，大于等于零的区域，等于零是包括这一条直线，所以就晓得哈，就这里的跟这里的取交集，就是说这一条直线的这一边。跟这一条直线的这一边取交集的话是什么？是 4x 加上 5y， 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 2x 减 y 大于等于2，它跟这个是 4x 加上 5y， 大于，我看到，没有。这带零零下去的话呢，结果这边它是小零的，所以这是小于等于零的。你把零零带进去了，负三十二，负三十二它是小零嘛？也就这一点的话你带入这个的话，它是小零，也就这边的每所有的点，你把它带进去的话，它能多小零，所以这是小于等于零的，也就这是小于等于多少呢？三十二。还有另外的话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三角形的话还包括什么？这一条直线的上面，那这一条直线上面的话就是说就是 y 大于，
还有包括这条直线 ，y 呢大于等于零啊。好，那这个联立方程，这个那个联立不等式哈，跟这联立不等式同解。那既然同解的话，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跟这个一样，哦，大于等于二，这个的话哈，跟这个会一样，啊，这个跟这个会一样，但这里是三，这里三十二嘛，我就两边哈，给它乘以多少？乘以那个三十二分之三，哦，这个就是乘以三十二分之三的，三十二分之三哦，四 x 加上五 y， 这小于等于多少？小于等于三，乘以三十二分之三，所以现在的话，这个 a 它等于多少 ？a 就等于二 ，a 等于二嘛，哎，啊这个 b 哈是等于负一。b 等于负一啊，啊 c 的话啊 ，c 的话是等于这个 ，c 的话是等于三十二分之三乘以四，这多少？四八三十二，八分之三，啊 d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三十二分之十五，三十二分之十五的，所以这样 a b c d 我就算出来，哦，这 a b c d 哈。a b c d 哈，等于二负一，然后八分之三，啊跟三十二分之十五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